深处的那个鲜为人知的价值啊，这个系列呢，那个我们今天来跟大家来谈哈，巨门星，巨门星，巨门是一个大家都很害怕的一个星耀，然后被书上讲的非常非常的糟糕哦。紫微斗数学术上面呢，整个巨门星的形容啊，只有一句好话，说它是敦厚温良，其他的都不太好，说它是黑暗之星，说它是很恐怖的事情，然后说那个它是隔角煞，诸多的形容。其实呢，这样子的形容呢，很多人在读起来的时候，往往就会造成，大家去记得巨门星的概念的时候，只会记得说，他有口舌问题，然后他内心黑暗，然后呢，他都是不好的。事实上，为什么是如此呢？为什么？因为巨门呢，代表了我们内心的不安全感，我们内心的不安全感。因为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门，是个空洞。它起源来自于说古人呢看到一个很大的黑洞。那你看到那个，你看看我们去看到一个很深邃的大门啊。我们现在对于环境的认识啊，跟古人是不一样的。你要去想一件事情，在古代的人没有灯光的环境之下，他去看到一个大的房子，把门打开，光线如果照不进去，他就会觉得那个房子深邃而黑暗。他很自然呢会由衷升起一股不安全感，会觉得里面什么我不知道，我担心，我担心。所以巨门星会告诉你说，他需要被太阳驱暗，就是因为如果我是一个阳光普照、采光很好的房子，那个门打开，我就会觉得是哇，这个是一个那个有光线充足，然后是一个漂亮的房子。因此呢，我们也常谈到说，巨门星呢，如果太阳在旺位的时候。就是在寅卯辰巳未这几个位置的时候呢，巨门星驱了暗之后，它反而会有这种财库的概念，或是有这种收容的概念，这个是整个巨门星在被设定的时候，它是这样子被引申出来的，这样被引申出来的，用这个东西来去代替我们每一个人在自己人生中那个很阴暗的层面，很阴暗的层面。但是为什么书上又告诉你说巨门是敦厚温良的呢？因为啊，你想想看，这种很深邃阴暗层面呢，一方面你可能觉得很害怕，可是另外一方面呢，当你开始不再害怕的时候，其实它就会变成是你的内心，很温暖的那一块，你会想要把秘密都藏在那里，你不会想要把你们家的一个秘密或你的私房钱藏在那个灯火通明的地方嘛，你一定把它藏在那个大家看不到的地方，所以这就是一般人啊在对于巨门很难去理解的。他同时告诉你没有安全感，同时又告诉你那是敦厚温良，因为那是你把自己的善心，把自己的良心深藏的地方，深藏的地方。那斗数里面呢，紫微斗数很棒的一件事情就是啊，他谈到了很多在人性上面很冲突的点。但事实上，人本来就是冲突，人本来就是矛盾，人本来就是很多的情绪，否则我们不会在人世间有这么多的苦难。可是呢，在教育环境之下，又告诉我们，我们要单一价值，我们要单一价值，用这个单一价值来去解决我们这种人性的复杂点，然后让人变得很好管理。那因此，大家在学的时候，往往就会有冲突。因此，巨门星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是一个你内心很深邃不安全感的地方，然后呢，也会是一个你想要收藏自己内心秘密的地方，这也是为什么它会有这样子的形容。那至于为什么一直被形容成口舌之灾，当然你想想看，如果你对它有不安全感，你就没有办法信任它，你没有办法信任它，你就可能会跟它产生言辞上的冲突。那它既然是你藏秘密的地方，你也不希望被人家探索。有人要去探索的时候，你也会跟他产生言辞上的冲突。所以这是巨门有口舌之灾的原因。那在这样子的概念之下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当巨门星落在哪一个宫位，那个宫位就是你没有安全感的地方。然后那个宫位呢，就是你在情绪上，你的内心深处里面呢，你觉得你需要有一个自己收藏秘密跟收藏自己善良的部分。因为大家都很怕自己善良的点被利用、被折腾、被摧残，
所以巨门星所在的位置，如果是在夫妻宫，情感呢对你来讲呢是一个需要被呵护，没有安全感的点。那也是因为这样，所以呢，巨门在夫妻宫的人常会被人家形容成说，你很容易啊，在情感上更要有延时的争执。大家想想看，今天为什么在感情里面，你很爱这个人，你要跟他吵架？因为你需要被他呵护，可是你得不到的时候，你只好去跟他争夺，争夺你只能用言语。那因为你觉得情感是你内心深处那个温柔点。那如果说太阳是旺位的时候呢？那它是旺位，我刚刚讲，它是旺位的时候，那个大房子就灯火通明，就采光很通明嘛，对不对？那原则上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原则上不会有这个问题。可是太阳总是有不在的时候，所以呢，那个不安全感会变得是隐性的。你担心当太阳不见的时候会不会这样？但大部分的时候不会，大部分的时候不会。所以当太阳是旺位的时候，巨门所在的位置会变得很潜性的、很深层隐藏性的不安全感。可是当太阳是落陷的时候，这个巨门所在的位置就会变成是比较明显的这种不安定感觉。好，那为什么是个绞煞？因为当你在情感上面觉得不安全感，不能够相信，你觉得你把最珍贵的东西藏在你的情感上面，你害怕害怕被人家糟蹋，害怕被人家摧残，害怕被人家偷走，这样子的时候，你是不是相对来讲？你在感情上面就比较会有保护色，比较不敢全心的投入。那你不敢全心的投入，你跟他跟你的感情对象之间，自然而然人家会感觉到说，其实你是害怕的，当然就会有距离感，这个就会产生所谓的隔角煞。所以隔角煞，所以我们常常讲说，所谓隔角煞的意思是，不是你真的不爱他，而是你会有一点点的距离。好，那巨门呢，如果是在仆役宫，当然就是对友情会有这样子的考量，如果是 对交朋友会有这样的考量，如果是在兄弟宫，你跟兄弟姐妹之间呢会有这样子的，你内心深藏情绪上这样不安稳的问题，如果是在官禄宫，当然就在工作上面呢也会有这样子的情况，也有这样的情况，所以为什么人家讲说巨门在官禄宫很适合，做教师啊，口舌为业，其实呢那个是因为，巨门座在官禄宫的人呢，他通常对于他自己的学业或是工作，他有不安全感、不安定感。他觉得，你想想看，一个黑房子里面啊，如果我摆了很多家具，是不是感觉起来没有那么黑，对不对？至少里面有东西，不是空旷旷的，不知道里面是什么。那这个是巨门的人，如果他在官禄宫的时候呢，通常啊，他通常博学，因为他很想要让自己的学识很丰富，让在学业或工作上，人家不会觉得说，看不起他，并且他很希望让人家知道，很希望让知道怎么办，要用嘴巴讲，宣扬。所以呢，巨门在官禄宫的时候，为什么被视为说都适合去做教学啦，适合去做律师啊，适合去做沟通啊 ，consultant 啊这些事情，要让人家知道他肚子里有多少东西，原因来自于这里，在财帛宫呢，在财帛宫呢，代表你对钱财，一样的，你是没有安全感的。那要怎么办？巨门座在财帛宫的人呢，理财、钱财、用钱这件事情呢，是他内心深处啊会有所不安定的，有所不安定的，所以也会因此让人家觉得说，他应该要靠那个跟人家沟通口舌来赚钱。因为这样子会让他觉得他会很实际的第一线的马上就可以收到效果得到结果，然后可以展现他自己的能力。那也通常呢，当他太阳是旺位的时候，他就会变成是财库，因为他也会希望想要存钱，因为他不安全感。然后对面的福德宫如果是巨门，对面福德宫如果是巨门，当然他也会在精神层次、灵魂上面呢，也会有这样子的感觉。所以，通常这类人也会好学，甚至会追求宗教，因为他的灵魂呢是内心深处呢是有空虚的，因为他会觉得不知道他的生命应该是什么样子。当然不可否认啊，在这上面呢，的人通常也会花很多钱去吃喝，因为吃东西有时候可以满足你自己的身心，对不对？像老师我就这个样子。如果说他是在
田宅宫或子女宫，田宅宫或子女宫，这也表示说呢，那个他是对家对他来讲呢，是一个他内心觉得很空虚而需要的地方，空虚而需要的地方。然后子女宫，性生活，然后房子，然后吃喝，对他来讲是可以填补他内心空虚的地方。所以这个是巨门呢，这颗星它在对应人内心深层情绪反应的点。一样的，他刚刚说在命宫同管十二宫，十二宫对他来讲都是令人害怕的。好，以上呢，这个就是巨门星在我们的命盘上面怎么对应我们内心深层情绪的一些反应。好，然后并且呢，大家要记得，每一颗星啊，它都不会是这么的单纯，它都会有一些彼此对应跟多层面的一些结构。这样子我们在学习星曜的时候才不会单纯的听到巨门你只想到口舌，听到贪狼你只想到桃花，听到紫微你只想到帝王，变得很片面。人的情绪啊是很深层的，人的情绪是很深层的，只是华人的教育把我们教得很平面，我们从来都没有办法去探索我们自己内心真正的欲望跟需求。但是通过紫微斗数，我们就可以从本命盘很清楚了解自己哪里到底是你自己不安的那一块，而不安其实是你最善良的地方。